英國鏡報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啦，呢個伊斯蘭國咧未來嘅大計就喺2020年嘅時候咧，就要差唔多統治世界啦。嗱，呢扎中亞國家佢要統治啦。嗱，而家統治緊呢一忽啦，敍利亞、伊拉克呢一扎啦。咁啊，佢要目的就要吞併整個土耳其啦，連同以前嘅南斯拉夫呢一扎希臘都要埋啦。西班牙都要埋啦，因為西班牙係曾經被回教統治過啦。咁啊，整個嘅阿拉伯半島當然係佢噶啦，中亞係佢嘅，印度都要埋啊，斯里蘭卡都要埋，成個北非統領曬之後，中非都攞埋，哇慘咯！其實我覺得英國呢份報紙咧好有良心啊，呢邊咧 cut 咗啊，撳極咧都係呢個畫面嚟嘅啫。隔離呢邊咧，我諗咧伊斯蘭國咧係想食埋新疆啊等等呢啲殺入嚟呢邊嘅。邊會咁好死留翻呢啲地方唔入嚟啊？唉，即係估都估唔到，幾年間一個寂寂無名嘅恐怖組織可以殺成咁嘅樣，2020年會變成點呢？完。